有另外一种感觉。但是我要把我自己的一些心酸，我的心酸不是说我去上班有多累那种苦，而是遭人欺负。我每天包括被人家欺负完之后，或者想到自己心爱的人的时候，我就会把它写歌写下来。我明白了，其实那一段所谓艰苦的日子，内心的这份孤独是反倒让你更加的去努力，对，让你利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排解内心的这种孤独，对啊。那接下来又这么一个问题哈、人从这个靠这个打工养活自己，到唱片一发，一下子就火了，成了腕儿了啊！这种变化让你的心态上有什么样的变化？好大的一个挣扎，挣扎，因为没有那种说啊，怎么着我啊，对吧？啊，其实我认识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戚都了解我的个性，我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狂妄。我那时候很大的一个挣扎是因为我从小毕竟是在娱乐圈长大的，我从小在邵氏片场长大的，也就是因为我这么小，我看到更多真实的一面。所以当我自己在走到这一行的时候，突然间发现从昨天的左边的口袋只有一两块钱，今天的右边口袋有好多好多的钱，我就开始在问我自己，我会不会因为这样子，因为右边重而整个压下去了。我说我不行，我是一个喜欢读那个哲学的人，所以我说不行，我要把我左边的口袋多放一些石头，跟这边要比重，就是意思就是我不要让我的人变了，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一变狂了，我很快就会失去自己。那我也告诉过我自己，我今天是什么样子的我，十年后二十年后到了我老了八十岁以后，我告诉过我女儿，你爸爸还是依然会是现在这个爸爸。我接下来的问题是，其实那两年你走得非常顺利，正当人们觉得这个王杰如火如荼啊，红得不得了的时候，你一转身去国外了。对，你去干什么？其实那个时候因为一年要出四张唱片，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